法师诸位同学真济，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57面倒算第二行，57面倒算第二行第九。十世计划异性门，诸门要严求无碍。以上八门应是圆融之相，诸是诸是十世者。贵贤美三世，每世有各有贵贤美三世，有时成为九世，九世合立为一中世，中世有前到上合而为的十世。头前啊，八门，用现在话来讲呢，是讲空间啊，讲相应。无碍啊，相应，无碍相融相接，讲迷失。安立，拢是咧讲空间啦。啊，咱已经知影，演化法界与空界是一体，关系是一体。以时间来讲呢，有过去，有现在，有未来。是毋是也包括伫内面呢？无错啊。为什么呢？时间加空间，也是伫意念当中生的。伊也毋是真呢。自性内面。无时间甲空间，啊，咱伫头前八门内面会当去体会着，也进门甲咱讲时间，门内面讲呢，出门表演曲，演是长时间。延长却是短促的短时间，无解的就是无长短啊。一念就是无量劫，无量劫是长时间啊，一念是短时间啊。无量劫就是一念，这华严经上讲的念劫圆融，念是短时间，劫是长时间，圆融呀，自在呀，无障碍呀。如果那是要问成佛断烦恼，成佛需要偌久的时间？对理想讲，一念
一念到五，凡夫就成佛。一念迷咯，佛就变作凡夫咯。佛是不是也变作凡夫呢？佛未啊，为什么佛未迷啊？到了后啊，未搁再迷咯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啊。大经里面真清楚，真明白，也不是一摆甲人讲的，几落摆甲人讲。佛菩萨慈悲到极处了，时时刻刻拢伫咧点醒人。什么时阵咱真正觉悟了？什么叫做觉悟？放下就觉悟了。这爱知影，无放下也是无觉悟啊。无觉悟这个状态下面，那就要常常点醒你啊。啊，我有两种，有解悟，有证悟。解悟明白咯，都未到，都未到，是不是真正理解呢？宗家大师当年甲我讲，无啊，唔通俩做理解悟咯。你拿这里讲我，这是真大错误。啊，真正放下了，这是讲我。伊啊，老大人当时古在礼服我，我明白这个道理。伊讲桌顶这边放一个铜板，那边放一个金币。现在叫你随提一个，你提多一个。我当然要提金币咯，不爱铜板咯。这是什么？你讲我咯，你一定会敬啊，敬啊正确啊。无讲我唔知影，伊看这个铜板袂歹，伊感觉这个铜板是新的，真好看。迄金币那是旧的来讲，也无铜板才好看。啊，你要多一个，咱了解这个含义呀。所以真正讲我咯，你爱袂去敬佛菩萨呢？你肯定来去伊遐去啊！你也肯定会选择一步庄严土啊！你袂去选择六道轮回啊！六道内面，你真正觉悟，你肯定选择极乐世界。你敢会去做这种戆代志呢？你甲看卖，就在咱的眼前，念佛往生呢，甲咱电视出水上，人伊感悟咯，感悟是满言放下咯。觉悟了后的关系是什么？真正一部《无量寿经》一句四字洪名，不免讲六字阿弥陀佛。
除这以外，伊的心内清清气气，一无所有，什么牵挂都拢无。伊去甲真自在啊，去甲真飘撇啊，真正去咯，一点毋是假啊。伊个厝边啊，附近的人拢看到，因家啊放光，因家有异香啊。这拢是伫末法时期来甲咱做证明啊，真正感悟咯。觉悟的人未过再去做成戆事咯，觉悟的人未过甲家己添麻烦咯，伊觉悟咯。觉悟的人也未甲释迦牟尼佛添麻烦啦，这是正法救助啊。所以咱今仔日对解悟，解悟是有啊，无办法走向解悟，就是咱的自私自利无放下，咱的名闻利欲无放下，咱啊对于五欲六尘的贪恋无放下。啊，咱的贪嗔痴慢的烦恼习气啊，无放下了。虽然啊，也伫大经内面听明白咯，听清楚咯，伫日常生活当中，也过是啊，烦恼增加啊。唔是觉性同家啊，觉性就是菩提心。啊，菩提心，咱啊用十字来呀表法，大家较听有啊。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。菩提心的体是真性，真永恒不变啊！无著之间，什么物件永恒不变？只有真心永恒不变。人心就是啊，本性就是自性，圆圆观顶面讲的自性清净圆明体，永恒不变。见性见什么？就是见这个呀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啦。现在知影有这个物件，无见性啊，也都是诸行未当登基做主啊。诸行若登基做主，烦恼习气一扫而空，无去了。妄想分别执着拢未存在咯，
爱主台币，菩萨，这个菩萨是发心菩萨，爱主台币，因为发的是发界。咱若无讲四行法界，应化伫六道，应化伫人间。随众生心，即是啊。即是行顺众生啊。应受地量啊，众生希望什么，伊拢会当实现。随时现，决定无起心动念，决定无分别执着，那叫妙用啊。啊，伊现象要创什么？现象是度众生啊。帮助众生觉悟啊，做出一个模样来。哦，这个世间为人众生看到这个啊，啊，都醒悟过来。完了是其他的都多醒悟的。可是你去过未咯？那像你困，该叫精神，哼一声，目睭无闭开，佫困去咯。咱就有福就亲像即款呀，听经啊，那像一日就精神咯。可是还未闭起来咧，要未翻身啊，佫再困去咯。即款的人有偌济啊？太济咯！有几个人清醒过来就爬起来呢？那叫做自然感悟咯。答应一声，哼一声，佮困去咯，这袂用你啊！所以祖师啊，甲咱讲，我要去修啊。境界行境，你会相信，你会理解，这是解悟。悟了安怎呢？悟了修行，修什么呢？就啊，应当得爱啊，亲像《华严经》尾后，善财童子53参。略思念心啊，这是真修啊。早年彭老师把华严经介绍给我，特别提出这段53参，真是智慧啊，这是老大人讲的，也不是假，不是在资本来对的，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真正把执着分别这些习气给断去。53参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，对早到晚你所接触的一切社会现象啊，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，每天啊拢在参学，啊，你有伫遐练功夫无？看到这形形色色。练什么功夫？练不执着，
不分别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就连这个啊。果然，真正不执着了，这个不执着是无我啊，绝对无自私自利，只要有我就有执着。阿罗汉无简单啦，金刚经上的标准，会真正做到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受者相。金刚经讲啊真清楚啊，这什么款人？殊陀丸啊。苏德完也在做布谷啊，跟你分享啊。伊也讲伊啊，敬着苏德完咯，伊绝对无敬着苏德完这个想法了。为什么有这个想法就着想咯？就相信假啊，唔是真，你无证着，真啊证着，这个分裂都拢无啊，心地清气，分裂都无啊，所以阿罗汉啊，得着什么呢？得着清净心。咱这经在顶面啊，清净平等觉，伊清净得着了。如果也够有我，那是念有啊，我是什么呢？阿赖耶识啊，内面万那的念有啊，万那是义君念有义，只要有我，就有四大烦恼常相随啊，我爱。我痴我慢，这是贪嗔痴咯。贪嗔痴也是无生故来的三道烦恼。你看这变偌深的啊！刚我了后啊，咱在日常生活当中。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无贪心；顺境无贪心，逆境无嗔恚心。待人接物无傲慢心，你贪心痴无了。无论伫什么所在。你表现是心平气和啊，啊，处事待人接物是一片慈悲啊，慈悲是对谦下流露出来，你家己袂当谦虚，袂当卑下，处处尊重别人，慈悲心无了。咱啊，中国古人讲的学问深时意气平啊，真正有学问、有德行的人，伊无脾气啊。伊也绝对袂去勉强别人，伊也非常的随和。为什么呢？伊连我都无执着，哪会有我所呢？我所是什么？我所有的啊！
你无这个啊？我甲五嫂拢无咯，拢放下咯。这会啊，这成正觉啊，正着阿罗汉咯，正着阿罗汉，甲诸位讲六道无咯，而且我六道轮回啊，伊伫六道内面是来教化众生啊。嘛是来修行啊，修什么呢？因为啊，执着放下咯，分别也未放下，也有分别心，啊，分别比执着也搁较迷失啊。啊，执着的相啊，真粗，伊啊，分别无放下，伊六道内面啊，修。离分别，离地四生法界里面啊，会紧真多。这就亲像佛的经上甲咱讲的，咱有净土，伫即地啊修行，伫极乐世界修行也搁较殊胜。三宝世界修行一天，抵着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啊！为什么呢？这地是大风大浪啊！极乐世界迄地无风浪啊，所以啊，伊啊进度真慢啊，这所在进度较紧啊，成就紧，对伊都嘛紧。所以十方七土未当讲到一个所在好，到一个所在歹，未当讲无好歹。好歹无伫外面，好歹伫家己。家己爱享受，这个境界就太好了。啊，咱伫即个世界啊，哎，真正用功修行来讲，将来往生会当往生到十不庄严土。如果你未享悟啊，你未享修，你伫即个所在修的是凡圣同居土，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佮升到啊十不庄严土，至少也着要用十劫。用遐长的时间啦。如果你是真的真正会晓呢，你这个几十年就超过极乐世界修行十个大劫。因为啊，伊诱惑太侪，好事嘛有，歹事嘛有，你是进来对。真正下当啊，修到不动心、不起心、不动念，看个清清楚楚、了了分明，无动无动啊，伊就成功了。清清楚楚是智慧，了了分明啊，慧啊，如如不动是定啊。不起心不动念是自性本定，这款的功夫念佛往生是生是不庄严土，不是啊方便有土。啊，真正做到不执着、不分别，是方便有土。梦想啊，分别执着，拢总拢有。用啊，即句好好甲对调诶，卖互伊去现形，即叫做功夫成片，即叫代表往生，先反省动机土。即咱要创互清楚啊。
然后啊，咱啊，对有这个时间啊、演出啊、舞台啊，真正明白咯。所以提升家己的境界，你看看，要靠啥人？拢嘛靠家己呀、啊。啊，诸佛菩萨的示现，甲教诲的，拢是平等的。佛菩萨对咱啊，有甚物款的期望呢？恁讲看卖，佛菩萨对咱有甚物期望？是毋是期望咱好好学，净化救助呢？咱这一生会当有品位往生呢？讲实在话啊，这些拢是咱凡夫的梦想啊。如果佛菩萨对咱有甚物期望，伊是凡夫啊，伊毋是佛菩萨。为甚物呢？伊起心动念嘛，不但起心动念，伊还佫有分别执着，哪有这种道理呢？应化了咱这个世间已经退转了，退了跟咱同款。咱是咧误会啊，伊啊，伊无啊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逐天甲咱讲经说法，甲咱斗阵嘛是有讲有笑啊。确实，伊无起心动念过。人伊厉害就厉害，伫即点啊。啊，咱用佛教的这意思来讲，念念甲自性相应。伊也未甲烦恼相应。起心动念，就甲无明烦恼相应。分别呢，就甲颠沙烦恼相应。执着呢，就甲见思烦恼相应，伊拢无啊。啊，这还真正创清楚、创明白，你才知影要安怎修。修行不离开生活，不离开灵魂。五十三参，哪里拢会当去啊？理事无碍，事事无碍啊！十篇门都是讲事事无碍，无障碍啊！全是帮助你的，成就你。你也伫这内底，一个接触。啊，其什么款的情形，全部拢显现出来。功夫浅深，立刻就出来了。那就搁需要找什么祖师代替来印证呢？无需要了。遐个印证啊，甲你讲啊，拢嘛是咧表演，表演互世间人看呀，毋是真的，真的。真在不言中啊！咱啊，未当唔知影、啊。以上八门行事运用之上，行事讲行遍十方，一个空间啊。
伊讲处事事事事强三济，事是对时间讲，伫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时间呢、啊？那纵观咱们时空是一，不是二。时间甲空间是分袂开啊，是一，不是二啊。空间内面无障碍，时间内面也无障碍啊。你大自在啊，十四，什么叫十四？时间，咱一般啊，拢嘛知影，对现在啊，未来，这叫做三世啊。中国人讲个真正实在啊。对思想来讲呢，30年叫做一世。你看中国这个世历是30啊，这个30年叫做一世。啊，古早时阵，一般的人家拢嘛有书堂，书堂内面有家谱。家谱偌济年修一摆呢？30年啊！30年爱修一摆谱，为什么？下面一代囡仔出世咯，名利都爱报落去咯。国家讲高士，高士是安怎讲呢？你看，伊有故现美三世，过去有过去的过去，过去的现在，过去的未来，就是过去三世咯。现在有现在的过去，现在的现在，现在的未来，这个三世咯。未来啊，有未来的过去，未来的现在，未来的未来，这合起来叫做高世啊。高世合立，这是一个中世。啊，这个中世就叫做十世啊！你看这个佛家甲这个时间，伊讲啊十世咧，一般是无去想到啊，十世古今嘛，初十世纪念之法。同时，故叫显现，实法计化异形。解释这个名词，什么叫做计化异形呢？真好啊，这题已经给咱解释了，伊个异即化啦，高色即化啦，这是别异啊。过去毋是现在，现在毋是未来。啊，过去的过去毋是啊，即、这个过去的现在，也对时间来讲，但是安怎呢？古时成就，
古时就是当时啊，当时成就，所以叫圆形啊，圆是高势，形是上立。啊，古迹显现，但是第一段，十贤门的第一段，伊也讲的是，这第一段是总算。当时古叫上应门，不但啊，当时与当初，因为每一门，伊这飘底是七厘，啊，一心了咯，是当时当处有着显现，到尾后北冥进门就终结，主判原名古德门啊，这是终结。下面古经文讲啊，进一华严初发心功德品法，这是咱通常称为六十华严，是中国最早翻译的。迄个时阵，翻到中国来。经文拢是残缺不齐啊，所以只有36000上，全部华严经是10000上，你看只有36000上，大概都是1/3啦。华严经无全部传来中国。传来中国了后，陆陆续续来的，大概是一半的款。经啊，太大了，分量太多，所以啊，非常容易散失啊。经常有这款的一段话，第一。无量劫是一念，第一念即无量劫，这就是讲念劫运用啊。所以时间甲空间，伊是甚物款性质呢？法相宗内面讲得较清楚，法相入门的典籍别发明文论，天亲菩萨做呀，根据如伽师地论，如伽师地论是弥勒菩萨做的。如伽师地论，把一切法归纳为660法。天亲菩萨感觉讲，对于初学的人来讲太烦了，分量太多，袂方便。噶六百六十法
归纳做一百法。遍历初学，这一百法展开，就是660法。660法展开，就是宇宙之间所有一切法。所以别法是一切法的归纳啊。啊，这个别法又分作啊五大类啊。分作五大类，心法、心所法、色法、不相应行法、无为法，所以叫做五为别法，分作这五大类。头前啊四类，一共啊是94法，拢是有为法，有为有生有灭。啊，面六条是无为法，无为法是你看不出来伊有生灭，所以虚空列入无为法来对，无为法呢？会当讲是有真的无为，有相思的无为，真正虚空是属于相思无为，伊毋是真正无为。真正无为只有一个真如啊，就是自性。自性清净圆明体，伊真正是无为法。无性灭呢？那空间、那时间、那日日都为呢？伫有为法内底，伫不相应行法，那不相应呢？有这款的现象。伊也未甲心法相应，心法是不色，不是妄。伊也未甲心所相应，心心所应，咱现在话来讲，就是精神现象。伊无属精神现象，色法是51种，色法就是物质现象。伊嘛无属物质，也无属精神，但是伊也是对精神物质来对产生出这款的物件，产生出来无属无因的，甲因毋是同一类的，叫不相应行法。用现在话来讲啊，叫做抽象概念。伊毋是真的抽象概念吗？所以别法里面有四分，四分就时间啦。咱啊，即块讲的啊，十四古今是属四分。空间呢，讲红分。空间啊，是讲四方，讲八方，讲上下。啊，空间甲时间。因为色里面用称为不相应行法啦，抽象概念无事实啦。啊，对倒位来呢？拢是对一念生出来。宇宙对意念嘛生出来，现在科学家慢慢啊对这有兴趣了，渐渐渐渐，大家也拢肯定了，宇宙是非常非常短暂的时间，意念出生，
现在量子力学讲这个物件，愈讲甲佛法愈接近，所以无量劫，但伊一念无区别啦。无量劫是安怎显现呢？是一念一念。累积的，实际上只有一念，这是真的，有过去无？无啊。这个一念有。有这个一念，对一念内面啊，有过去，有现在，有未来。这个、一念哪是讲断去咯，停止咯，一念停止咯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啊，拢无咯。真正就亲像咱咧看电影，咱伫阮幕上看电影，咱知影阮幕上个画面啊是啊一张一张独立个幻灯片。伫灯光下面个倒影，一秒钟，伊个速度24张。达丢无共款啦！你现在看的画面，画面就是现在这张的影。如果这个画面断了，也无过去，也无未来，拢无咯。因为有这张，伊继续不断，伊遐的连续的。现象啊！啊，你知影有过去，知影有未来，伊是一个啊幻想啊，伊毋是真的啊。离开这念，无量劫无咯，哪有无量劫呢？因为有一念，才有无量劫；因为有无量劫，才有这一念。这个事实真相，咱啊爱知影。啊，这个一念啊，一、这个力量啊，不可思议。现在讲功能，伊的功能太大太大了。一、这个一念啊。梵文观第一名跟咱讲三种就变啦，一念、大乘，咱来知影，精神跟物质是一体，这个观念非常重要。整个宇宙是一体，我伫宇宙内面，你嘛伫这个宇宙内面，啊，咱拢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啊。哪讲你伫我即地，所有一切人物拢嘛伫内面，所有一切动物拢嘛伫内面。所有植物、花草树木也拢伫内面，山河大地也伫咧内面，包括无量星球，也个包括真正侪啊无共位置的空间，拢伫这一念内面。这一念不得了咯！这个三种周边，第一个讲周边法界，
这是能量啊，信息啊，就变化改。第二咧，出生无尽，你会当看到的，你会当闻到的，你会当去接触到，你会当去想象到的，拢嘛伫这个内面，无量无数啊，无尽啊，无边际，就是一念。所以宇宙对一念当中生出来，拢嘛是一个共同体啊！这一念断落，什么拢无咯？断落，断落就回归自性啊！以回归到用别个名文来讲，回归到。无疑法啦，头前94法拢是有疑法，有疑法是阿赖耶为主，阿赖耶变的，转八识生死第一，就回归到无疑法了。素地什么？素地就是啊，释迦牟尼佛在华严经上讲的啊，智慧德相啊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，如来智慧德相就变作啊素地菩提啊。但是这素地什么呢？问理啊，不现啊。就是慧能大师建性时所讲，不记诸性，本自具足。所以啊，伊啊，伊人生万法啦，啊，万法回归到诸性，伊不生万法咯，那就是本自具足咯。啊，本自具足的时阵是稳。你袂当啊，讲伊无，伊什么拢唔是，袂当讲伊无。人生万法的时阵现，现是出来咯，现是出来，你袂当啊，讲伊有。为什么呢？刹那性灭，唔是真呢？你一定爱知影。有呢，就亲像电影，这个荧幕顶面的这个画面啊，是同款。有无？有啊，是不是真有？不是真有。啊，画面上的现象，个自性啊，是啊，无妨碍啊。自性什么？咱把这荧幕比作啊，自性。阮某未解啊，现象的发挥，现象发挥未解，阮某的如如不动，啊，阮某顶面真正什么拢无啊，这个什么拢无，爱对画面上啊看出。无魔相，什么是无魔啊？啊，相是假的，无魔是真的，真假做一个啊，真梦不离啊，梦不爱真，真不爱梦啊，无障碍。咱来啊，回向的一点，这叫做真修行啊。佛菩萨之现现象，嘛、投影在其中，
伫修法界，伫人间呢，修法界内面的众生，拢嘛是啊，俗有啊，业报身。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境界呢？这个境界不是别人自己做的，跟上帝、跟圣人啊、跟佛菩萨拢总无相干啊，是你家己业力变现的。啊，十方界依正庄严，拢嘛是家己业力啊变现。那事实真相弄清楚了后，咱啊都有家己都爱负责任。啊，咱家己这一生的生活是幸福，也是有苦难呢。个，什么人都无相干。为什么将来做主宰？咱的意念也都是咱起心动念，咱的念头不善，也咱到这世间来都是来受苦，就来受难啦。咱的心地啊，善良啊，无一丝毫恶意。啊，你来这世间是来享福的，啊，无一项不是自作自受啊，这道理也明啦，噶什么人都拢无相干啦。哇，一句话讲，你叫什么人来帮忙，帮忙的人拢是有限，叫佛菩萨帮忙。佛菩萨不比你，啊！佛菩萨做会到未？如果若做会到，眼前啊，你这个苦难也未敢甲咱化解。佛菩萨大慈大悲何在呢？这敢是假的呢？伊迄个慈悲敢是空谈口号呢？所以要知道，佛菩萨不能帮忙啊，佛菩萨帮忙是相对有限的。真正的做主宰是家己啊，咱家己肯帮助家己的忙，佛菩萨的忙就会帮得到，伊才会当帮忙。你甲看经中所讲的，阿弥陀佛真正了不起啊，佛中之王啊，公中之尊，佛中之王啊，这是诸佛对阿弥陀佛的赞叹，赞叹到极处咯，也能帮助咱们。哎呀，带往生都是伊帮助咱啊。咱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咱的念佛真正是有功夫咯。伊来接应的时阵，佛光啊先甲你照啊，佛光一个照啊，就甲你的罪业。消毒啊，不是消毒清气。比如讲，我断了一片烦恼啊，有讲一个招，啊就变作讲断了两片，伊的网只会当帮你一片尔。如果啊，咱也会当啊，把这个烦恼啊断五片，伊啊这个招就加起五片咯，啊你十分的烦恼就断尽咯，伊是相对的啊。你有偌济功夫，也当帮助你提升。
你无一点啊办法都拢无啦。如果你什么功夫都拢无，伊会当帮助你，诶，咱这人应该拢总得到咯，唔免去修行咯，也免念佛咯，这叫做自闭到极处咯。你甲看嘛，也是都爱靠家己啊。释迦牟尼佛实现伫咱这个世间，对咱的加持是甚么呢？恭敬教学啊，真正佛菩萨啊，对咱的加持，就是那这个教学老师对咱的加持同款啦，同这个道理啊。老师教了，咱家己若无认真学，啊，甚么拢得袂着。啊，老师教导咱，咱听明白了，啊，真正相信了，依教奉行了，啊，你就得着了。老师只会当做个开始呀。哦，你是家己的代志啊。啊，开是开启，也是开发，是这意思。是啊，是实现表演，互你看。开始研究，是啊，是新教。老师研究新型，就是朋友来互你看。老师这样做到这个地步啊，学生都爱悟，看了后爱讲悟，悟了后爱向老师学习，啊行啊，行你才会进入去啊，所以悟你是学生的代志啊，啊，迄个老师一点也袂当给你帮忙啊。你爱当悟啊，你爱当入这个境界啊，开始悟入。啊，学生按照悟入咧，学生有四字，叫心界行净，这学生个啊。啊，心界行是悟。静呢是立了，行内面就立，静是圆满的立。所以啊，学生诶，这个悟呢啊，都是啊，性解、灵性、灵解，这是以悟悟立了，开始悟立吧。所以老师的稳定。父母的恩德是相等的，咱的生命叫做父母，用养之恩啊，老师是有教诲之恩啊。啊，咱对父母都要孝顺，对老师都要尊敬，孝亲尊师，这是大德啊。这是所有一切德行的大根大本啊！中国几千年来对于这个是非常重视啊，孝道和师道非常重视。啊，较早做老师的人真辛苦啊。老师的生活无保障啊，无像现在国家入学校，老师每个月定的薪水，有财务，这会时阵也够国家来照顾，以前老师无人照顾啊。老师教下无咧收学费，无定学费啊。
孔夫子甲咱做了一个示范。是接受学生家长的强用，是随缘呢，无定义啊。学生的家庭甲父母，加送一点啊，加强用一点啊。学生的家境非常清寒，完全免费啊。有时阵老师若有剩的啦，也会去帮助学生。所以，中国自古以来，社会上两种人是最受人尊敬的，第一个就是老师，一生从事教学；第二种就是医生，医生是来救人的。伊毋是趁钱啊，伊是救人啊，一定会甲病人甲医好救活即个病患恢复健康了后，送一点仔礼互医生啊，即个大夫啊，拢是啊，随分随力啊。但现在无共款咯。现在完全变成商业行为了，所以古早这两种人在社会上都嘛是真的清寒呢。有这个生活不是讲真好，上界受人尊敬，便是救人的，是来救世啊。今天呐，诸位看了鼓励，你就明了。咱甲这个事实真相弄清楚了后，就知影讲就爱靠家己，家己会考虑袂，绝对会考虑。你真正明白道理，真正觉悟咯？为什么？自性内面有圆满的智慧，有圆满的德能，有圆满的上好啊！上好就是咱现在世俗讲的福报啊！你一项都未缺啦。啊，为什么要明心见性？见性咯，你全得着咯。你看，智慧开咯，得成就咯，上好成就咯。释迦牟尼佛给咱所实现的，咱现在了解了。意念啊，会转变一切啊！这个意念的能力太大了，意念是坐不住啊！哇，对对来，谁人做的我？意念做的，我意念做我，哎呀，这个呀，人生。如果这个意念那是啊，顺境顺仙，哎，不得了，已经在幸福了。第一个好处，身心健康啊！无疾病啊！劳力不衰啊！
你系大，我这一百两百岁，像少年人同款。这是福报啊！你这位来，你家己做呀、啊。好，甲咱啊，讲这个方法，你会甲这个学会晓了，你就会当做成。我伫过去也捌讲过啊，讲过未少摆。如果啊，你真正会晓学佛，你甲佛伫经常讲的这些道理，拢明白了，方法拢用着了。啊，你是啊，倒一年学佛呢，你会永远保持着迄个状况。你三十岁学佛，你当年拢是三十岁啊。活到一百岁时阵也是三十岁，啊！你二十岁学佛呢？活到一百岁也是二十岁啊！你会甲伊啊保持着。如果你不微调，这念力啊就无稀奇咯。念力会做有丢啊！我的身体啊！不得自在呢，要有障碍呢，还没爱用呢，那还讲得通。好像那生活呢，靠意念，顺境啊，顺仙。好家人呢，啊，想讲。健康长寿，物质生活也得按得到自在，不是问中有求必应啊！这是我当年学佛的时阵，中阿大师甲我讲的。但是啊，伊老大人讲啊真清楚，有求必应，就哎呀，如理如法的去求。如果不合理、不合法，就无感应了。啊，如理如法，理呢是性德。法呢是跟性德相应的方法，求财财就都会来，这拢是老师等你教我的。财是对财布施来呀、啊，啊，咱伫现前。看到这个社会上有真多拥有亿万的财富，这是人命对有的啊！有什么有呢？去心中啊，欢喜修财布施，哎，这一生就得了财富。为什么这一生贫穷呢？过去生中无修财布施，唔肯修，你命内底无财啊！无论你做什么款的行业呢，你拢未赚钱，命内底无财嘛。啊，命内底无，现在啊，我来啊，修因会用会用你啊。现在知影咯，你就修财布施咯，欢喜布施，来生还有这个心，欢喜布施，欢喜帮助。需要财的这些人啊，
你拢欢喜甲帮助，愈死愈多啊！真正一点也无错啊！老师教我的方法，哇，用到今年用了59年了，真正是愈死愈多，愈多愈死啊！你的财源就无止境了。啊，亲像吊水共款啊，绝对啊，袂甲财收伫迄所在，一个收就害了，就变成死水了，死水就袂流通了，啊，你迄财就有限了，这边来了，迄边去了，所以财叫通汇，伊爱流通啊，源源不断啦，这偌自在啊！啊，聪明智慧是法布施啊，健康长寿是无为布施啊。啊，无为是看着众生有困难时阵，不安的时阵，有恐怖的时阵，你会甲帮助。你会啊化解啊，以这个恐惧的忧虑啊，这类拢是属于微波师，特别啊是咱的这个饮食，中国佛教提倡素食是属于微波师。哦，一切众生看到我拢袂惊，咱啊会保护伊啊，拢会得到安稳啊。会当真正发心，照顾老人。孝养父母，甲父母年龄相当的人，拢爱甲伊啊看作是父母同款的来照顾。这是健康长寿之道啊！现在这三物件，啥人拢羡慕，啥人拢想，但是唔肯收因，你就得袂到了。所以啊，你希望讲要得到，你就要认真去做啊。下载得载，所以啊，下得，这是佛学里面的顺语啊。你啊，下加愈多，你得到就愈多。可是啊，下得是两点的意思。第一个你下一定有得，第二个意思下得，但你得到的迄个也拢下去。你若保留，你若保留，啊，你就真有限咯，啊，你就较多尔。如果你得到的也会当下掉咧，啊，你得到就搁较多。后来呀、啊，无止境呀、啊，这是啊，佛教多难呀、啊，现在有大道啊，永生有大道啊，啊，对对修呢？一定都要对根本修，亲像树木，伊都要有根呐、啊，根爱深，根深蒂固啊，
啊，你以后的发展前途无量无边啊，这是一定的道理。根本是什么呢？根本实在讲，就是能力好静。世出世法，所有一切德行，拢是对这发生的，对这所在衍生出来。伫中国，无论无常、诸位八德，拢是啊以好静为核心。佛教徒人，正业三福是大乘佛法里面的总纲领，最高的指导原则，大众名义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这两句摆在头前，君啊。大君大本啊！啊，这两字明仔去落实呢，明仔去做呢，诶，方法就真多咯。大小圣经内面讲甲真多真多咯。菩萨真敖学，会甲十善展开威呀！84,000 世行，真正甲这个实现做甲无微不至啊，做甲真正圆满，已成佛咯。啊，咱开头实现展开呢，就是《弟子规》，就是《感应篇》。啊，咱啊真正会当教，弟子规甲感应篇做到，落实伫日常生活当中，落实伫处事待人接物，你也都有根咯。伫说法内面讲。圣贤之君，伫佛法内面讲是佛菩萨的君，就爱真正做才会用的啊！啊，真正做到世间法内面，你是贤人君子啊！做世间法内面，你呀、啊。是真正贤知识啊！经常讲呀，贤男子、贤女人啊，你甲菩萨是共款啊。所在之处，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。咱现在讲人缘好啊，佛法讲你发缘殊胜啊。啊，人甲人之间要安怎相处？这尊教导人有四个法，人甲人相处有四粒法，就是咱像现在讲的公共关系法啦。这四个法，第一个是。无私啊，咱呀一般伫咧讲结缘啊，即、这个啊布施，甲六道内面布施意思无共款，六道布施是断烦恼诶，是甲见他们诶心布施掉，是啊。是这款意思，四念法内面的布施，就是今仔日讲的上礼啊，
请客啊，你多人不怪啊，甲人啊建立关系，这是第一个手段，非常重要。你哎呀，常常来送礼，常常请人客，这关系啊就真好咯。第二个呢，爱护啊，怎样？人甲人啊之间的相处，最重要的就是交流。现在人啊讲交流，真正的常态啊，哎呀，给退对方啊来设想。唔通想家己，你会去想到对方诶真正诶爱慕啊？对啊，对方来设想，对方若是有故事，爱知影归坑伊，是内底拢有先较方便。所作啊，所为是为众生服务的。当然，咱啊说，接待的对象也就是服务的对象。最后的一条是同事，菩萨才做一到啊！咱啊现在不是菩萨，不是菩萨，啊，咱这同事啊，只会当讲是同学咯。咱一同用护菩萨学习的，用圣贤人学习，这就对了。啊，真正菩萨东书，咱伫五十三参内面看到诶。但是啊，迄个毋通学，咱学袂着，咱若是去学咯，会互伊啊摇咧走咯，会对路啊。所以这四念法，咱啊做头前的三条。我是爱故理行，同时呢，只限伫个甲圣贤斗阵学啊，甲佛菩萨斗阵来学，这无问题。这是接引众生，咱啊要安怎来甲人相处，甲真和睦。世间人讲的都是相亲相爱，合作合作就非常重要，一定要学到真正会当尊重人啊，家己一定谦卑，尊重别人，关怀别人，照顾别人，帮助别人，这是非常重要。特别是别人有需求的时阵，有困难的时阵，爱甲照顾，真心的甲照顾，无自利的这个念头，无要求别人回报的这个心啊，这是啊真诚心。咱啊对别人好，希望将来别人啊对我好，做我咯。无这念头，只有付出无求回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众生跟咱是一体，
所以这个念佛动解重要，这才是真正的基础。这是啊，一体比啊，比一家人也够较亲切。这个下面的文有讲咯，圆观品内面讲的，尽一切劫为一念，我为一念见三世。该现圆巧同时，三者一如之意。圆是长时间，巧是短时间，是一念。三者就是三世啊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啊。古代说法，叫一生之梦，高雄必连，这是一个亲像。中国人啊所讲的啊红娘梦啊，这是这个传奇小说里面写的一篇文章，这篇文章在过去国文里面都嘛有，在啊中学国文里面都有，亲像哇这款年龄的人几乎大概都有读过啊，这是啊一篇寓言。是咧讲一个秀才，名利心啊真重啊！在一个道观内面，休息的时阵咧度孤，老道伫边啊咧打坐，边啊煮的一点啊吃的这个物件。就是黄牛啊，就是高粱米、小米啊。伊梦精神来的时阵，伫梦中已经几十年了，梦到讲啊去官考考调了，要中状元啊做官，欢喜人拢报恩咯，无欢喜也报仇咯。到最后啊，啊你下大咯啊，各路返乡，梦是精神了后啊，黄牛也未自息。就是讲，真正短的时间，梦中已经过了几十年了。人生如梦啊，实在情形啊，嘛是讲真正丰富啦。啊，咱啊去，啊，咱会想着讲，当年啊，拄在咧学佛，真少岁啊，目一年之间几十年啊，就过去了。真正真是一弹指。昨年我来到香港来，啊，邀请我的这两位的大姐，一个是出家，一个是在家。出家净怀法师，啊，两位啊，现在啦，拢无伫咧咯。迄个时阵啊，我讲经的时阵。会听讲，法师真多。头前一排啊，坐拢嘛是法师啊，几乎大多数即摆拢无伫咧咯。人生啊，苦短啊，三十外年咯，我会记得我那像是五十岁时阵来香港来讲经。那亲像是1977年啊，1977年，五十也是五十一岁的款，时间记个真紧咯。讲是一百岁咧，一百岁咱现在感觉也太短了，一弹指呢尔，也唔是讲真长啊。文经之中也都显出，文经是指无论是佛经内面有在经文，如《大教缘起品》
在那边有一句经文说，人有念经，诸无量啊一劫，念经就是一念。一念啊，会当圆通到无量劫、无量亿劫啊！这话是真的啊！只要这个普通现象无未终止，这个念头的生灭不住啊，念念不住啊，前念灭了，后念就生了，后念是安怎生呢？前念无前念，哪有讲后念？啊，念劫运用啊，甲你讲真话，一切众生诸佛如来，无离我，我在当下，这才是事实真相。金刚经上讲的三心不可得，迄、那个意思讲啊真深。过去心无得，过去已经过去了，又找不回来了。现在心不可得，讲现在，现在也过去了。未来心要未来，也无来。这拢嘛是甲咱讲时间啦、啊，时间是一个概念。啊，咱明白咯，会向去运用啊。才会知影，你也未着急。哎呀，我这功夫都爱，什么时阵才会当成就呢？我叫往生，这一生当中是不是咱往生？你会把这时间算清楚了后，你这个念头就放下了，是不是往生在一念？阿弥陀佛，四十八愿，第十八愿讲得真好啊！你命中迄个时阵，最后一念是求生净土啊！你是决定得生。啊，咱应该变怎有呢？我就把现在一念当作是最后一念，然后我就念念拢在求生啊，哪有未生的道理呢？啊，会念佛往生的人都是这款道理啊，唔免得等着，还佫长啊，这眼前也无要紧啦。啊！到我临终的时阵才念啦，你就错了，你就在当下。真正会用功的人，真正成就的人，抓着啊！今仔日唔通去想过去啊，也唔通想未来。这啊叫做活在当下。下面是的尊啊。普贤品，这是啊，啊，这是第二品，得尊普贤，有一念轻，便有一切佛土啊。这咱现在做不到，可是这是西方极乐世界代志啊。西方极乐世界确实是安尼先。
啊，咱若来去迄个所在，即、这个境界肯定会现前。什么时候现前？应该讲，生到极乐世界就会当现前。为什么呢？阿弥陀佛，大愿内面有讲过，十方世界念佛生到极乐世界，诶，人到极乐世界，该做阿弥陀菩萨。这是阿弥陀佛的原文呐、啊，对呀、啊，不是假呀、啊。阿弥陀菩萨是什么呢？完净三菩提呀、啊。依照经文的内面啊，《华严经》上讲，愿告初住以上啊。分净即佛，嘛有一寡祖师大德有啊，即款诶讲法，讲七地以上啊，诶不得了咯。所以到底西方极乐世界，每工除了贫困本师不离阿弥陀佛，听经有教啊。同时啊，你会当啊分身去参访十方世界的诸佛。弥勒经上把咱讲十万亿。十万亿伊有啊，表法的意思，因为不讲诶，极乐世界甲咱世界诶距离是十万亿佛国土，讲十万亿诶意思，就是啊讲，伊啊到极乐世界去，你若想讲要倒来厝里来看卖，随时拢会当来，是这个意思啊。实际上啊，只啊，那二十万亿啊，十方世界无量无边诸佛刹土，你拢会当伫一念顷分身去参访啊。啊，佛敢毋是教咱修福修慧呢？最大的福是要怎修呢？供养佛啊！你看你现在的供养一尊佛的福报就不得了，你每天供养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啊，你那个福报偌大！这是啊，修福啊，修慧啊，是听经有教啊。一尊佛跟你啊讲一句，那就不得了了。啊，你一天所学呀、啊！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讲的，啊，你啊，真正是你恐惊只啊，几秒钟就学完了。啊，所以到极乐世界成佛较紧啦，成就无量智慧，成就无量的福报啊！啊，证到圆满的佛果啊，圆满的佛果就是圆满的福报。圆满的德能，圆满的上好，这个所在一定都爱去呀、啊。咱伫娑婆世界，大家受苦，冤枉啊！你也知影，真正创清楚了，要赶紧来去呀、啊！去哪里都来去，啊！你真正是干饿了。
所以真正创清楚了，对于这个世间为个流转，这是真的。这个世间应该都要放下了。如果要流转，这种叫做世界气接过来，接过来是菩萨心啦。接过来不是业报啊，过来是什么？幸运再来啊。帮助娑婆世界跟我有缘的众生，你也跟有缘，他会听你的教诲，你来教他啊，你来带他做回去啊，你哪会同款呢？有歌坛佛的品文，这是第二十七，讲无一是庆，佛王十方无边净忏。你看这句不得了，一是庆是一顿饭的时间呐。咱吃一顿饭，通常大概是半点钟，未超过一点钟，伊是庆啊。佛王，佛王就是来回啊，十方无边净忏啊，不是十万亿啊。在万应这个数字真碎啊，这个你讲真话啊。十方世界无量无边诸佛的清净刹土，你个看这种现象啊，所以我们先告诉用叫世界。空间，无空间无咯，时间也无咯，时间无咯，前后无咯，所以过去诸佛、未来诸佛，共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啦。空间无咯，就是距离无咯，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，伫多位呢？拢在当下，你这念头起来了，你真正就到了。念结还用啊，经里面跟人讲，诸佛刹土里面的真相，也是讲无著的真相。咱现在完全生活在这梦中啊，正道歌里面讲得真好啊，佛在经典里面啊，常常用梦幻泡影来做比喻，咱学佛了，听到基因教了，就应该真正清醒起来了。清净了后，就是觉悟啊。悟了后，我就要进修，修什么呢？八万四千法门，总而言之，一句话，拢是教你放下。
放下，应该就是眼前了，就起立了。今天的时间到，那就学习到这地。